主料，豇豆200克，辅料，芝麻酱，盐5克，蒜5克，芝麻油5毫升，醋3毫升，味精3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豇豆洗净切小节，蒜剁成末，豇豆在开水锅里煮3分钟，捞出晾凉，加入蒜蓉、芝麻油，倒入锅烧热，将烧热的芝麻油浇在蒜蓉上，加入适量的盐、醋和味精调和，最后翻入芝麻酱即成。烹饪技巧，各种佐料用量根据自己喜好加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